就和像张艺谋这样的著名的导演合作。嗯，那我想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？就是回去好好把落下的课补一补吧。我觉得在学校的时间还是有限的，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多学一点吧。因为我觉得老师确实不容易，尤其是到了这个剧组里面，在社会上待了几个月嘛，所以就觉得还是能多学就多学一些。嗯，好，谢谢你。春天是播种的季节，春天是播种的季节，万物都在生长，万物都在生长，充满勃勃的生机，充满勃勃的生机，我们的心情。让电影在旋律里流动，让音乐在电影里驻留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银幕采风节目。在今天电影唱片当中，我们请大家欣赏的就是电影《我的父亲母亲》当中的音乐。让我们随着诗一般的精美画面，乘着这悠扬的旋律，一起走进那个纯真的年代。好，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又到了我们和观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很快就会在下期节目的